谢谢我们中山女高乐器队带来这么完美又华丽的精彩演出。从一开始非常美丽的一个肢体的语言的呈现，到后来整个壮阔的一个表演真的是让大家叹为观止。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吴校长在场亲自督军的关系，今天我们的中山女高，不管是表演的